站在里面，你会觉得有些股票上面涨得好很多，我的运气又很稳，人很有效果的呀。对，我发现这个真的，就一直努力就是。然后你现在这个等到上面，就是那个黄汤，就是像我说的黄汤它有圈手、半手。好，那个圈手、半手的。黄汤变化了，结合成黄了，还有个六个味道，你换也可以，换过来，通常是我主动换变的，你要注意到，我打这个变化，换过来，但你可以变的很大。这边就一起拉出拉出拉出，就是黄色的拉出，黄了冲，上一个黄了冲，然后换过来，哎，拉就冲，吃够了，不要做了，好了，大起来，要变圈，那圈到边圈就变了，可以圈到边。大小准确，确实。那你的大小，大丑大巧，圈掉，大巧圈掉，大巧大，大巧，动，大巧大，再圈子圈子大，圈头大，圈头大，盘出来，你这么大，正常。我正面对于侧面，我的正面，我不会，我用侧面，我这个车就不合理，就这个手法我车就不合理，那车就变没有必要吗？哎，又洗到，又到什么钱？哎，太主观，太低级。然后所有这些动作呢，又可以把它变成马八五马九。然后呢，就是那个外门拉上来，后又顺过来，一直过来，后顺过来，一进来是逆转过来。一转过来的话，两条也是这样，两条变成它不再顺，不再顺，都是变就变了。那么被抓，现在是抓，现在是。战胜，逃出，全国成功，不成功的道理，人力不成功，战胜不成功，是我们变成战争，可能需要杀了他们，来，我们尝试，要向你开尊九番十八掌。折十八个指，多厚薄的笔，多长的多，十八放在哪里？
基础是基础的差，你后头的方正的在基础的下面，哦，一分钱一样，这是个技巧，一样把葫芦变成圆球。今天你要用力就是，你用气劲放进来，但是有效率。就是我会抽血，甚至会站得响，站住，我就会抽两枪，我才跟我抽八个枪，我才跟我对方抽十个，那你抽我把我抽出来，啊，轻松自然，什么老师，你没有什么任何的轻松自然，你平常也不会吃什么轻松自然，这个就真不错。还是提醒。而且平台肯定还大，哎，一圈大桥是大桥，哎，有你说的，嘿，我还没有讲，我就做到立刻出来，而且一这个岗，这个。训练过程，我建议了哈。对，